大家好。大家周末喜欢干什么呢？看书、看电影、打篮球，都很好。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答案是逛街和购物吧。那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？喝奶茶，吃美食，买东西。那我们今天一起去商场里购物吧。佩戴好口罩，主动扫描测温，谢谢配合。请佩戴好口罩，主动扫描测温，谢谢配合。现在我们就进到商场里面了。商场是不是很大、很漂亮呢？这里的东西真多啊，有面包店，有手机店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汽车、书店、烘焙馆，还有咖啡馆等等。如果在这儿待上一天，可真是不错呢。那我们一起去里面看看吧。这里有一家书店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里还有一些精美的小卡片，买来送给朋友一定很不错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嗯，这本文学书看起来很不错，请问有打折活动吗？我看看。嗯，这本书40元，现在打五折。40元打五折，20元一本。没错。嗯，不错。那我再要一本，这一本吧。这本书有打折活动吗？我看看。嗯，这本书60元，也打五折。60元打五折。30元，没错。那这两本书都要了。好的，一共50元。好，请跟我来。请问您用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我用支付宝吧。好的。一共50元。收到了。嗯，谢谢。谢谢，这是您的书，请慢走。啊，谢谢啊。再见。这里有一家鸿心尔克，我们一起去逛一逛，有没有合适的衣服和鞋子。您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的鞋子在做活动吗？做活动，做活动呀，五折五折呀。嗯，5.5折。嗯，好的。哇，这双鞋看着真不错。你好，请问这双鞋多少钱？79。79？嗯，这么便宜。对。这个是已经打折过的吗？嗯，折后价。折后价75元。嗯，79。哦，79元，嗯，很划算呢。
的饮料吧。很多精美的鞋呢，这边的鞋还可以送给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。这边的鞋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区域，看这些鞋就是方便走路的。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应该喜欢这种类型的鞋子吧。热销款，意思是卖的最好的一款。在这里试一试。话说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美食是最好的解忧药。说的真不错。今天呀，我们逛了这么久了，
且肚子也有点饿了，吃点什么好呢？在这个购物商场里有各式各样的美食，同学们来到成都以后最喜欢吃哪些美食呢？火锅、串串、麻辣烫，这些都是四川美食的代表呀。那我们今天去尝点儿不一样的吧，看看这个商场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牛肉火锅听起来很不错。这里有一家糖河烤肉，那我们就吃这个吧，换一种口味。哎，吃饱了，真美味呀。想一想，下午我们去哪里再逛逛呢？听说附近有滑冰场，还有一个人气很高的滑道，我们去那里看看吧。看，这里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。大家看，这里就是时空滑道了，哇哦，看起来好好玩的样子啊！你想来玩一玩吗？好慢啊！同学们，愉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今天我们来到成都的一个超好玩的商场，走走停停，逛了许多。还记得我们今天去了哪些地方，买了什么东西吗？没错，我们先去了书店，买了两本文学书。惊喜的是，文学书也有活动，便宜了20元。其次，我们去到了衣服店，逛了很多衣服和鞋子，我们还去了一些礼品店，这里的商品都充满了圣诞气息，非常可爱。我们呢，还吃了各式各样的美食，吃了韩国烤肉，喝了可口的奶茶。最后呀，我们还来到这个活力广场，许多小孩子和大人们都在这里玩，他们的周末一定过得很充实吧。等有机会呀，我也想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商场，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刺激的时空滑道。同学们，愉快的一天真的要结束喽。在这里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美丽的四川，和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周末生活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